小妮，咱们今天又来赶海了。这个南风从昨天晚上一直刮到现在，真大呀。这个是海葵，晚上会开花，但是咱们今天不挖它，咱们今天去挖孔蛋，因为大妈下午要熬豆腐用。走。今年受疫情的这个影响啊，知道这个海虹沙滩上无人问津呀，咱们把它捡回去，这么多咱也吃不了，让大妈送给邻居一点。这是泥螺，这边胖嘟有很多，咱们昨天也抓了不少，咱们今天不抓它，改天再来。现在有两个眼啊，这种的扁长型的，这个就是恐龙蛋的眼，像这种小眼的话咱们就不用管了，因为恐龙蛋的眼就比较大，这个是螃蟹眼，它是圆直眼，另外也有一个特点，看螃蟹会卷很多的沙球。80%的孔蛋都会滋水，你挖它的时候。标准的孔蛋呀。
像这两个眼，你看旁边有沙球的这两个眼，这是螃蟹眼。发现一个长得比较浅的，一个、两个、四个、六个、八个、十六个。现在洗一下，还给挖超了，多挖了两个。